姐妹们，陕西的面筋圈，这个是纯手工做的，可好吃了，特别的入味，然后耿直直的有嚼劲。料粉撒了好多，没有科技很活，绝绝子。就是那种一圈圈的面筋，不过被调味料覆盖了原本的样子，就是那种腌制的特别入味的那种豆制品。这是麻辣味的，有好几个味道，你看我基本上每一袋我都拆开了，因为每个味道都好吃，连五香味都很好吃啊。吃的只是半袋，上面都裹满了浓浓的料，而且它这个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，这就是香辛料，然后小麦粉和谷氨粉一起做的。开袋尽快吃完，没有防腐的。然后里面的面筋有大有小，这几个味道都好吃，但是推荐大家麻辣味，然后香辣味，蒜香味，这五香的话它的那个孜然味比较重一点，我还是比较喜欢吃辣一点的口感。耿啾啾的好解馋啊，真的特别特别的好吃，虽然你平时爱吃面筋这种豆制品的这种东西，你真的没有办法拒绝它，就是那种很重口味的。